刚吃完了，刚刚吃完了那个杏仁豆腐哦，杏仁豆腐哦，杏仁豆腐啊，然后这个是芝麻酱啊。这边有这个，啊，这个后面有这个尖尖的，这个挪开。吃吗？然后这个芝麻酱，芝麻酱怎么开呢？叮叮叮叮叮，没有看到有开口的地方，就这样子开吗？酱啊，好吧，看你芝麻酱。哎呀，好棒的样子的啊！看起来就是很。
很好吃的样子哦，白白的上面黑黑的哦。哎，又下来了。哎，又下来了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。看到你吃的这么好，一定很高兴。
不吃饭啦。老妈，你要来儿子扫一眼吗？好。两百七七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因为他有。可能一百五就好了。他有吃布丁什么的。对，刚有吃稀饭。又有吃点稀饭。对对对。我觉得应该吃到喝一半左右就好了。我觉得一百五就行。你平常给300是吧？对。我觉得一百五就可以。因为他们150的那个还要那个清洗那个管子的水，还要再加50至100。哦，那这样可能太多了。对啊，我就怕太多了，就想说要给多少啊？那就，阿妈吃东西吃到底吃多少？来吃吧，吃多少？你跟我讲。嗯。这个豆腐吃几个？一个。就一个先吃了一半嘛。啊，要吃别的东西。那刚刚吃稀饭。吃稀饭。稀饭大概吃半碗。半碗。半碗。那一百五要200。不知道。和在那个里面给他吃，这个要和在那个里面，和什么？什么和法？我不会。整个把它倒进去，然后搅一搅，因为那甜甜的，那个不会香，那个不会香。来，我们倒进去。对，等一下。他们产生变化，这是杏仁不会啊。